今天给你们捞一个不一样的哈，来我开工啦，来点海底椰，捞一半海底椰啊，来捞完之后我们的芋圆，哇太爽了，今天感觉不一样啊，我们不一样，还加一点点芒果啊，就一点点，这芒果不够熟，所以就来了一点点，来加一点我们椰酱，哇这种感觉真爽啊，干它就完了，来我们的夏天必备的啊，捞它，哇想想就觉得好爽，就是这个味，太爽这个你们也可以去做一做，超级好吃，真的，吃到你爽到爆。